我感謝中央對香港的支持和厚愛，推出多項惠港措施，香港好事陸續有來。藉著七一好日子，我再在這裡宣布一項好消息，香港這個大家庭很快就迎來兩位新成員，一對大熊貓，我們會立刻展開準備工作迎接他們。他們將會在幾個月之後就來到香港，帶給我們歡笑和喜悅。逝者生於淚，成於霧。今日的香港機遇和挑戰並存，但是機遇遠遠大於挑戰。政府會繼續敢於擔當，善作善成，帶領社會各界共同努力，在這個經濟轉型期創新求變，發揮善拼敢贏的精神。我們要有大局意識，既看樹木，更看森林，站高看遠，站在國家發展全局和國際的高度處理問題，同時堅持創新思維、底線思維，以結果為目標，提速提效，主動把握機遇，發揮優勢，讓市民獲得實實在在的得益。